还好吧，就两个小时哦，两个小时一定做得完啊 ！FM 一场才十几分钟哎 ，BDN 一场才十几分钟啊，就怕那么找人找的慢，我还怕是放三场打不够他们打哎，我后面就还有讲说 BDN S one S two 或是 FM 十一，如果还有多的话。啊 ，X 10 九分，哇，干他欸！Nice， 啊，没关系，我挂着。只是我现在想，十二层到底是不是要喝那个 Dream Pot？ 打喝 Dream Pot 会打比较快，可是就。需要花钱，耗一些血吧。对啊，你看吧，嗯，我是觉得应该是不用喝就可以过了。那你没看到吧？哦。烦，每天都在那边吵说要我做 free service， 为什么别人实况组都是拿 donation， 然后我都是被要啊？你可不可以送我亲哇？你就说 discount 就好了。discount 还不如不要做。不是吗？要不然 discount 多少？你就10K 而已 ，discount 他们给你砍个5K， 我做不做？我是不爽做啦，5K 而已，我不爽做。可至少不会说白做吧。就等你做两人的钱哦。OK。不然到时候你要怎样？先到先得了，那个位置。先来先赢啊！我可能会弄点小游戏吧。啊？没有啊，我会弄点小游戏。password 就是。对对对对对 ，password。然后那个 password 我会只给三个数字，第四个数字我不对。哦。那个好简单啊。不然就给两个吧，就一个是群给两个，然后另一个是群内给两个。就你要看群，然后又在群里面才看得到。我还在想要怎么弄啊，反正就才妈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啊，如果没满的话就开给泡吧，没满的话就代表我可以少做几场，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对呀，对。笑死！我刚刚把你们贴的那个地点 service 的东西拿给别人看，他的回应是这样。哈哈哈！不对呀、啊，他的 payment
并没有我们的欢神强啊。嗯，他可以找他们的那个 0.5 秒八个技能打打。哦，那个还没开了，那天没开就有20，还是还已经开了？难说、哦，我真的不知道。打 ，Trans 都能输飞换成职业，我是看不太懂。哎，没看到我已经血虐 Stadium 了。对呀、啊，我们那天三个人加起来，最多快破十吧。哈哈，他应该有18血，那两完美打到就没了。我是不知道他要怎么打的，跟那个什么一样啊？哎，完全没办法理解，就是可能操作太好了。我知道，我现在看到我的 DPS， 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哎、欸，我都觉得说还蛮正常的。我今天跟那个台服朋友讲，他讲你的 DPS， 他说哇，那我枪这么高啊，哇 ，SB 这么猛啊，然后我心想说哇，这个这么猛，我都打800B，我都打80B 了，哇，这个这么猛，那看到会更傻眼的。没有，他不会去看啊，但是就很搞笑，我已经没有那个伤害概念了，自从我开始玩迷的时候。对呀、啊，我玩这次也没什么啦，就差不多。你现在回去就太高了，回去碰那什么 RM 啊、PP 啊、索瓦克啊，就觉得哇，这什么一坨屎。对呀、啊、对呀、啊。然后觉得说，为什么别人玩幻神会输给这个？为什么？不懂，完全不懂啊。我是觉得就算你让我拿我那只垃圾 defensive 去跟我的 Abswalker 或 BP 打，我都觉得不会输哎、欸，而且更不可能打得差不多，一定打得更高。打得比 Burning 还快，然后他就看了，这是什么？哎。我们这边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谁当的换成谁呀呢？然后还是 LF 的谁呀呢？怎么 LF？ 对啊，然后没有啊，我们 Trial 但是要更快的话，我们就把谁当的换成谁呀呢？然后我们把那个 Run 换成一个 GM， 哇，这样就能更快。哦、oh, ，Trial Nest， 对，我们把谁当的换成谁呀呢？然后叫他去换成 LF， 哇，天哪、啊！然后把那个 Run 换成 GM， 然后叫 Mary 开他的那个 Tempest， 哇，我的天哪、啊，这样就更快。哦、oh, ，就 GM 有叠饼。对啊，就不用带一袋的 Trial 了。妈的，我们现在带的一袋 Trial 是什么东西？超美，妈的，这叫什么？一阶加五，谢谢各位，一阶加五。妈的，人家看到我们为什么全是高阶 DPS？ 人家看一看 Mary， 什么东西？这什么装备？还打13车，这重点是。然后还打七分钟，哎，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宠物还是一个绿色的宠物。哇！哎、欸，这不是还去复活起来吗？我不知道，就好笑。单纯捡东西。哎、欸、，Scott， 我去帮我爸做点东西。哈？没、欸、有，我去帮我爸做点东西。OK， 拜拜。再来吃不到 Nobles， 拜拜。哎、欸，没有，不要乱讲，一定吃得到，20分钟了。赶快去啊！拜拜。Spit it out.
閉じられた理由に心奪われて
Hello, hello. The library home. The medical medical view looks like so nice. I like the tip of the claw where it's like a bit red. Some of their fingers. Then actually it looks super good with the Luminar twins. The only thing I don't like about the Medical Frontier for Makina is about the fuck is like this part where the hair comes out because of the hairstyle. But yeah. Thank you.
災難で I always welcome people to pay more. It's not like, you will get more if you pay more. It's still the same straw for S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哇，回来了，刚刚好，还没 buff。哦，我还以为你家刚刚好 buff 了。没有。还有三分钟。刚刚有人来问说 BDN for run server 是多少，我们有没有打算做，我就说现在有人卖 700K， 不过我觉得正确来说应该是卖 400K 左右才比较合理。400赚头的啊，就是对啊，没有啊，你700不会有人要卖啊。对啊，因为400你说了嘛，我们直接拿去卖那个 item 都觉得赚回来，不是吗？而且是 old item 他的是吗？哈？ item 是他的吗？应该不是吧？应该 FFA 吧？我没看我没看那个什么东西，我没看他的 post 上面写什么鬼，因为我看到700克就关掉了。400K 的话就让他们来飞啊，他们 还以为说 400K 是 always there， 我就说妈的 400K 我还不如坐在直播。对啊，我不如 400K， 我不如自己坐在直播就好了。对啊，我自己坐在直播就好啦。所以这个 service 做就真的不太值得做。哇，怎么一堆人站这里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很邪恶的想法。站起来。哎，哥哥。他们怎么？就随便去一个全都炸掉了就可以了。那些人直接傻ED，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全部都是 error 到完。对，正在直播啊！今天太晚醒了，我的 AFK 一阵没办法做，我少一只没做到。干嘞！哇啊！阿志，让我进去。浪费一分半的时间卡在这边，干的。应该要找，应该要 pose 了吧？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卖400K 的话，应该他们就不会卖了，没赚头。400都没赚。就他们啊，他们要打6到7人啊，六到七人就不会有赚。你能卖到
卖到 FFA 就可以赚了。对啊。配置要怎么办啊？因为这样子的话，一定是带三个 DPS 加一个 I Star， 可是 I Star 的装备要好。看，就看玛丽用他的 Avalanche。嗯，我会觉得说，他法夫没有啊。我现在提的就是说。说，如果说我们去跟另一边集合的话，那他就可以，有人就可以开某人的 GM 来打，然后 Mary 就开 Tempest 三尾巴。哦，对啊，那只是这样就不能带谁张东，也不能带 Roger， 但也没办法，装备啊，一个是不常上，另一个是叫他去弄。你要给他提起来行啊，不用啊。那个也没几场啊，说能找了那么多 client， 幸福基本上是全线爆满啊，就是全线你去看都是拥挤的。就真的人很多，像我从台服跳到西服，就是因为人太，就是因为人数问题了。就跟台服那个昙花一现，现在看起来人不多，现在看起来人很多不一样。西服是真的一直以来都这么多人，我从去年到现在都是这么多人。你光看那个蓝鸟洗的速度就知道，现在是因为很多人在，你看。我捡东西都还没开，才会出现他们的蓝鸟。我就从台服转过来的时候，我真是吓到，那蓝鸟都是用洗屏的，你要捡，你要看别人在打字都很难，因为那蓝鸟洗太快。啊，终于掉了一下。我是哪里人？我是。算加拿大人啊，因为我是生在加拿大，家人也都在加拿大，说一些人还在台湾，但是基本上大部分家人都在加拿大了。四个符合在一起，但别这样讲哎、欸。之前台服是更多符合在一起，人还很少。现在就昙花一现，新开就会有一些人进来玩。可是就蜜月期过几个月，就说不定有人就不见了。就主要台服就是太坑了，就没办法。
我会觉得说我要打 five man 的话，一定不能带 Electra， DPS 会不太够。因为你看那个什么东西啊？你看，如果说你带 Electra 的话 ，Electra 最多了不起，你早都装备成好了，最多就打个五六级啊。还有总共 DPS 需要72左右，那我打30，你跟另外一个 DPS 打20，各打20，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刚好加起来70，加 Electra 才加6，我觉得不太可能啊。除非 Healer 的 DPS 也是很高，那就再加个6比，可是那样子没办法稳固啊。就是带高枪 GM 吧。对啊，带 GM 会比较好，因为我是觉得一定要带 GM， 然后定个 DPS 就可以不用找那个 DPS 那么高的，因为你还是有个问题要处理，就是说那个谁要站尾巴，因为站尾巴那个人 DPS 一定会变少。一般来说是你去丢 Electra 过去，可是你丢 Electra 过去，其他人的 DPS 就必须很高。对啊，人家怎么办 ？Healer 站尾巴 ，Healer 站尾巴更不行啊。你要还不如不要带healer。哦。可是也不行不带啊。对啊。因为不带的话容错率有点低。我会觉得说就像我讲的，最好选择就是有找人开一支 GM 进去。加10用一些 GM。然后找一个可以的 Team Tail， 然后又可以正常 DPS 的 DPS， 像是 Marie。这样就好。然后 healer 他们要找的话，就找那个他们就是找阿雷吧，对吧、啊？这样就一定可以做五人，而且是稳过的，就不管出什么意外都一定过，因为 DPS 很够。因为马宇这样子在尾巴打大概10啦，然后 GM 的话再打个15，这样就25了。healer 打个5或4，对吧、啊？这样30，我打30，你打20，这样基本上80是随便打应该都稳过的。而且还是已经把那个 Mari 跟 GM 的 DPS 往下算了，这样子还有两台 Dispenser， 就是全部基本上保证全部的 DPS 都已经有一个 Rock 可以喝。嗯，对啊。我是很怕那个下雨的，连淋到的是。对啊，没有啊，下雨没办法，就一定要带一个 Healer， 除非说大发要改啊，就是。但是你不带 healer 也很恐怖，但是 fail 的几率太高。不可以不带啦。可以不带，可以不带，但是只是会很 cancer 而已。龙不太行。龙可以啊，龙可以不带啊，是没差的。我可能可以不用，你们可能是有点难。不用啊，我只要不要被那个雨吓到就好，其他东西都没关系。因为现在有 parasailing 所以才可以说不用啊。你要加到10啊？不用加到10啊，4就够用了。我在 BDN 基本上是不损血的。哦，开鲁伊娜是不会损血的。如果说我站龙尾拉的话，就不会损血。可是那样会掉 DPS。最高还站龙尾啊？那、没有人能弄的话，就只能这样啊。但是应该是不会啊。应该如果要打的话，应该是叫 Mari 开进 first turn。就如果你要五人的话，这个会是比较可惜的办法。就没办法，没 ice stack 差有点多。然后 ice stack 一定要带 GM。你要加10阶的 GM， 对啊，加10阶的 GM 有啊，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啊，走密的。都没什么问题，不然你真的我真的想不到其他人能打 Fightman 的方法 ，Fightman 真的是。你要带 healer 进去，就是这么稀罕。一定要带。把那个 Q， 除非你就找一个 AW 做了。不要吧 ，AW 那么垃圾。哇，开到全家不会。干你的。
是没解了，不知道那个解。你带一条不如还不如带一只 healer， 带死之前还比较好，死之前还可以加产品 buff， 然后还有那个食物。嗯，按着刷回，我觉得就真的没什么用。现在 quest 只要90秒，还蛮废的，老实说。我会觉得那样子，你还不如再带一个带 DPS 进去，你就带，干脆全部人都靠那个 dispenser 维持就好了。带两只 GM 进去，两只 GM， 然后剩下都 DPS， 这样子被那个 debuff 打到也没差。不怕，反正 DPS 多到爆，我不怕。可是我就学的嘛，这样子是 GM 占了一把就好了。哈 ，GM 不太行吧？不太行，不太行。他的那是召唤物。我觉得不太好啊，因为他那个cannon 什么东西 ，blaster， 你看，他的 cannon 射的时候，他没有快速关招呼，还蛮危险的，而且也没有说那种长无敌。你要说的话，我会觉得说给那个有来长来 friend 的，像 Ruina 或者是 Tempest 这种去带会比较好。Tempest 又可以。defense 有可以啊，但是请问大哥，你要去哪里找上高装备好的 defense 有？他妈的，没了。没有啊，你顶多就叫我转啊。但是我觉得我留鲁伊娜会比较好吧，因为还是要那么 debuff。嗯。不过那么 debuff 不用啊。你不是啊，你又不会常驻，大哥，你根本你还被投诉说你不常驻。你只把人家的都洗掉、啊，你之前还被投诉，那时候是没有特意去刷，你要说我就会去刷。我就觉得说，你这时候是可以啊，但也要等活动结束才行。啊，如果说有一个装备好的 defense 有账号就好了。有啊，可是没去买啊，没有，因为没人玩啊。我都要被这些玩家那给敌出 ten 了，有点恐怖。嗯，不用担心，最后一天还会多一个魔亚以上榜。我还没打。你把那个最强 CD 挤下去就好了，没有问题。那个是一定挤下去的。我的目标是打，试试看能不能打底分是有第一。可是他的装备很好啊，我15、16换上去应该不会输啊。哦，那个，他的13、14了。那他13，他可是他的时装也比我好很多，就是了。输有点多，可是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因为我还赢那个 BDN， 什么？我还赢 BDN， 他是 Step 2的，我是 Step 3的。哦，就很多人这个月都有 clear 的，他们至少可以拿到一个 level。人家账号已经卖掉了，应该不会。哦，那因为他没 team 嘛。有听啦，但只是他账号卖掉了，所以应该是不会了。嗯，我会觉得说，可能有机会吧。加上他没有那个，他没有头盔啦，他没 leap over 的头盔。我觉得就算有装备差距，我也还是有可能可以赢的。Helmet 很重要吧？发现那个下血手。嗯，一定要 helmet， 很重要啊，他是 B 档啊，第二好，可是差太多啦，我到时候再看，希望是能赢啦，这样子我就直接，哇，我的梦想，最靠背的一个账号里面拿、啊、六个抬头 ，still dreaming 剑，哇哦，一天一个，哇，爽，你为什么这么运气这么好？哎，是
吃完你的运气了。嗯，不会吧？来来来，继续。可是我没拿到 Goldust， 才三个，打了那么久。我也没比你多多少，没什么好讲的。可是你拿那个顶级券已经值了，唉。还好吧，值啊！你那个就做40-50K 啦，就等于你打60场免费啊。我有卖到55K 了。对啊，那你就等于打60场免费啊，不好吗？我现在突然有一种冲动，好想去玩 DNSEA 哦。啊，等你那个什么，你最后一个礼拜啊。最后一个礼拜也是没要打多久，我是想把 Vina 送过去，可是啊，没关系，我在看可不可以再打一个 Graceful Landing Shoe， 哇，然后再打 Graceful Landing Glove。最重要的头盔我已经拿到了。这个是什么？地堡问。我昨天看到头盔啊，现在就有点后悔，我当初分解了一个 graceful landing shoe， 不然的话我这边已经起了。我分解了很多，忘记有几个，可是我也不玩了，去那，操！可惜啊，很强啊，不会玩。哎呀，你不是有加十 J 就很简单了，你就偶尔放一下 Gear Step， 其他时间就都在 Leap Over 了。我会觉得说比如伊娜很简单，还简单很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堆人玩去跟风如伊娜，明明去玩 Defense 有比较好。是你打第一啊，你不打第一怎么会有这种事？不用担心，接下来你就是看到 defense 有第一了。等改版结束之后，我直接有差那么远吗？啊？扯什么差？差那就 Rina 跟 defense 啊？啊？两只差不多啊。可是如果你要说 DPS 的话，我觉得 defense 有比较高，因为他没有 debuff 的情况下打的速度跟 Rina 不会差多远。哇！而且加上 tank， 他只有一个那个 increase damage 啊。因为他技能单下伤害是技能的伤害是比 Rina 高的，所以说他的 burst 也是比 Rina 高。Rina 就没什么 burst，Rina 就是永远都打很高。Defense 有不会 ，Defense 有可以连续放两个 leap over。连续放两个，就瞬间在伤害就差不多100K 吧，100K 面板，还搞过 SB。就如果说要真的要用，我是真的很想玩，因为前几天玩那个 Leap Over 真的哇太好玩了。雅虎玩起来比维纳好玩啊，这个就真的有点无聊。现在啊，就被人家说用 Macro， 哎反正不能用 Macro 啊， Macro 不太行。双黄蛋，哇，谢谢各位。可是我要 COTJ， 我不要双黄蛋了。
我要双 rigid， 那才是真的双环。I want no pet. I have pet, but I don't use pet mod. Yeah, this is my pet. Here, I can see it again.哇，我听到爆掉了！最近怎么这么常爆啊？好烂。嗯，是刚刚400多ping，我还在想说为什么 DNSEA 按不出来。你开 VP。哎呀，平常打还要开 VPN， 太惨了吧？那是拿了一个军队还在那边抱怨不要东西，哇塞！真是，哎，啊，致命一个。要个箱子。对嘞，你拿了军队，你其实后面的场都不用拿东西了啦，对。啊，那个不是白打了？哇，你可以拿叶子啊。叶子也是一堆垃圾。最重要是把我的手套打出来。我也想打一个 graceful landing 手套。哇！掉两箱。但你老师哎，我还是耗你。重点是还是耗他一起出。你闭嘴！哎，就决定了。你如果再打到，你再打一次吸油水，我一定要把你从这群里面踢出去。What the fuck？ 我做错了什么？你打到吸油水的，这是原罪啊！没有没有。最大的原罪是从前面。我要加15加十，我不要这些都是虚。你不要给我，我很乐意接受。你拿你的那个加十力武器的话，你可以开我账号啊！来，你开我账号，你慢慢用。借我你的 defense 就完了，可以啊，是没有问题啊。然后他们就问说 ，Why your pet no accessory? Why is it 52 level 52 not even 60？ 对不起，开了 pet mod。然后还开给他们看，我的 pet mod 是隐形。
只吊狗兵。打不完啊。I always do Abyss with my Arena, like since the plus zero DJ patch. Just coughing as normal. Later, maybe after the Cloister run. Not for now. Hopefully, I can get a seal to Jade. Thank you.
为什么收不掉东西？有几箱？很少啊，没办法跟你比啊。我的要完了，我刚才还出去买了，我还剩五分钟左右吧。哦，我的最后一场。没有到五分钟啊，四分钟。好，八秒。Oh yeah, that one need to wait until January because I have a very packed schedule now. Due to the ranking event, I need to finish my ranking event video first. 我也想。你打了几箱啊？十二。干的。哎，十二箱加一个军队怎么赢？有一个 SP 的。拿到 RP 的，还是最好的那一招 ，Swift Shot， 真好。是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人在 Kraken shoot Kraken helmet 啊？一个垃圾职业为什么要贴出来？就啊，没用。我还拿了 ring strap 贴。我要 full brightness。丢掉。brightness 可以的。是垃圾，我白打了半小时。啊，不会啊，有军阶就赚啊。哦，打了300场。Plus 11 FDN in my opinion。Dust Hunter 哇。Dust Hunter 是那个啊。那个什么 SD 的哦，拿到一个OE的glove，
Juggernaut Glove， 这最好的。圣诞节有吧？礼拜四应该会跟家人，不是礼拜四，礼拜二会跟家人吃火锅。不是礼拜二，礼拜三晚上会跟家人吃火锅。然后这频道也有啊，频道也有圣诞节活动，就是我会免费带 BDN 跟 FM 吧。出去玩就不会了，因为没什么办法出去玩，因为我们教会要表演啊什么的，所以说就那个游览车券才100，哪里买掉的？没必要现在买吧。哇，每个人卖150K， 真的疯了！这职业根本只有我一个人在玩。Graceful landing glow， graceful landing glow， graceful landing， 没有。Graceful landing glow， 快点 ，graceful landing glow。Graceful landing glove。哇，又来了 ，fatalism。啊，你最好的。没有 ，fatalism 是那个谁的，非常糟糕的。不过我已经有了。来吧来吧 ，Leap of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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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p of Trust。再给你个 Blood。
我看到底分只有 Meep of Trust。Beat down, 好美，谢谢各位，干嘞！快来了，来了吗？啊，我需要比我玩 DNSEA 哦。我也是不会去用啊，有 Leap Over 不会去用那种东西。完整的 leap over reset， 哇天哪，不是 leap over 啦，那个什么 beat down reset 啦，我每次都缺手套，哎，他们要 clear BDN 哦，谁？Best ML。哦，你在哪里看的、啊？全的 five 啊、嗯，他们没。你就 clear 了哦，现在这么简单的过。有哦 ，Gany 有在里面。之前没有，现在才在。还有转什么？还是 adapt 呗、嗯。哇，加时间。还要花一个小时班，什么小时班？拿那个 Red Lotus Crown 啊。哦 ，AFK 医院。对啊，我另一只还没 AFK 完呢。我不管他了。不行，我一定要管。哎，等一下，我的那个什么还没做，感觉还没做。哎，你要去打 BSD 单卷吗？哎，一下，好。你好了，跟我讲哦。好，你看哪一只 ？Sally，OK。我在 Evade Park， 要不然你偏魔好了，不要紧张。我开 Rina。再等一次。
看一下我在那在哪里。我有三个 new render， 走吧。吧，你的在哪里 ？Watch your power， 对，很兴趣当个。Marie， 为什么不要看动画？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啦，我会讲完话。嗯，看他怎么还要睡你。
下，这边是什么 ？Crescent Force Freaking New Golden Medal 在对面。Where's the waiting room? 对，走。哇，那你看赚110点，你朋友很多，我的朋友是。你可以删更多东西给人家看了。No。要上去吧，哦，
上去，然后一直跳那雷泽可以。不敢嘞！啊，算了算了算了，我直接真的吃全部吧。Marie， 杀了没有用啊，被毒掉。不错啊，一直有杀了的。像 Golden Medal 跟 Drunk Crossing Floors， 好奇。
拿了一个 CD food， 然后呢？拿了48币，第二关。嗯，拿第二关啊，这东西还能带到第三关哦。可以。如果那个王不要做那个 make， 不行啊！你前面有那个打大炮那个、啊。对啊，在我就是如果你是有不要管，PS 才是比较快。如果什么 buff 都没打，怕就。市场啊。哇，全部都是 NES。你要打 NES 吗？还有三个单机，那就下。有哇，那边有更老师。Wasteland Battlefield 一个 Street of Reloaders Palace 一个，哦，那个好，我们先去。还有 Red Wave，
我们先去打那个 Mercury 那边的吧。我有两个 Mercury，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三场。啊 ，Nightmare 干嘞！快点，我的 Flare 也有来。然后这个 character 也是有 Nightmare。这样都给你拿到 Nightmare。拿很久了，这个 character 拿了没有去做吧？好像是上两个星期拿到了。明天可以做。Wisdom Battlefield 吗？走吧。是的，他的 RT 啊，哇，这个卡起来的感觉真不好。什么奇怪的技能啊？没看过。对啊，我没看过什么东西。
Cradle of the Abundant 吧。为什么不让我直接从上面跳下去就好了？浪费时间呢、欸，以前到现在都不可以了。对啊，又浪费时间还要走啊，然后还会卡人。哇 ，Hero 的钻，西城果真要打，然后 Hero 的那个 Fate。你拿去卖，哇，赚赚赚，六千多，对啊，那个 C C 贝多。等一下，今天要几个那个泡泡卡，突然想到。
哇，玛丽怎么办？东西啊，现在已经多少溢出来了，好痛！卖出去吧，卖给柏林。你没有做呢，怕我做呢？做也不做也没有我打的多啊。一万多个你要怎么好怎么用用完？你跟我讲。用得完啊？你要每天送也不行吧？一万多把哎、欸。可以。先多一点那个。那个雷子。那这也要洗得到啊，洗不到啊，大哥。这时候最好玩的呢，就是出一个 Special Leader 十一层的版本，但哇，女打十一层最不希望就是看到那个 Special Leader 会打到哭出来。那么硬？很硬啊，它比一般的 Invader 硬啊，一般的 Invader 要三个 Full Full 才死得了哎、欸。哇。对啊。是现在还打死那个之前我自己打十一层的时候是。完全打不死的，在他不见之前我打不死，现在才行。是三场，Volcanoes Corp， 然后加 Volcanoes General， 哇天哪 ，What are the chances？Corp 加 General 啊。
要直接打掉他的话，我就换 character 的了。可以，没有，你可以留用这只来打，没关系。但是这是我们要组嘛，很麻烦。嗯，我们先把灯卷打完吧。Okay. 我剩那个 River World War 跟那个 Foothill Flag。这边有一个、两个，可以。你就是在哪里？Blue Raven Territory, Wailing Wall, 还有 Red Ways。 好，那我们 去打那个 Blue Raven Territory 吧。欸，没有，先去打那个 Red Ways， 然后我再冲过去。走起。翅膀收起来，很好看，可是在里面打，我觉得有点卡。Ways 走起，我记得了，我有一个 TKN 的血。哇！有没有都忘记？是雷德。哇，两个要吃 Able Soul Stone 加普通啊，都我的，没有 Mary 的，真是白痴。会发生啊！你说我上次拿到那个 Compass 跟那个 Corki。为什么你是拿 compass， 我是拿 solar stone， 我永远都拿 solar stone， 哎、欸，我打什么都会掉 solar stone， 打那是掉 solar stone， 打那个 major 掉 solar stone， 打单卷掉 solar stone， 不知道在干嘛。哎 ，Mario 就是拿 compass， 我也想拿 compass 啊。突然斩。OK， 走起。突然斩。来阿修。那个说不定就行了、啊。我们被看成照片，上面有人买要买30K，下面有人又要买45K，那个还蛮好笑的。而且那个分钟是差很远吧？那个，嗯。如果你要更加好笑，上面那个是文英的认识的所谓的好朋友啊，也是个，下面那个是不认识的。哎，他上，整个声音在断。
再来一个 Hero Point 吧。上面，他没。自己还在断。断好断满 ，Dead Button。假男继续断了。Hello。我们是听到上面断掉，上面断掉，上面又断掉。嘉宾。还有断吗 ？OK， 好了呀。没有啊，我是说他上面。Hello。好。哦，就上面那个每次都在 DN Discord 讲的。对呀、啊，那个也算是本领的好朋友来的啊，跟徐娜一起就一起缺好姐妹兄弟姐妹。哇，真恶心哎、欸，那个什么东西，那单卷血都已经比 GDN 多好多倍了。真的吗？我单卷我们刚刚打那个 Railways， 我打了两倍 GDN 血量吧，那个 Secret Bad Cave 也是啊 ，Secret Bad Cave 也是。你扯了，等一下，先来做点衣。哥，哎，我那个 village 还有 village 哦。嗯，先做点衣先。点衣，点衣。好可悲，这个可爱对面有猫，没有翅膀，我妈的。
关于最后一个那个单词在哪里？最后一个要 bilingual 还是 isolated village？ 我希望 bilingual 比较快吧，对不对？ bilingual 最快的，给我 up。嗯。现在我觉得 damage play 跟 CD play 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 CD play 比较强。其实 CD play 比较好，可是 damage play 就有没有都差不多一样。嗯，因为你的 FD 满的话，它提升只有10%，对那个军队的技能来说，那就更少。因为稀释之后看有没有5%吧。对吧？就很烂啊。我就调把那个电波调回 CD， 就打得比较舒服。我会觉得 CD 比较强啊，我通常都是喜欢用 CD play， 我不是用 CD play 就是 Action Speed play， 这两个我都是比较喜欢用的。也比较熟，因为有时候不用 CD， 它中间会有点断续续。嗯。它用 stun 的时候，会差一秒 CD， 我按不出，就无超。那就用 CD play 吧，我自己都觉得 CD play 比较强。不过如果你操作的好的话，理论上是 damage 比较好。嗯，会吗？可是 CD play 可以放更多次哎。对啊，那个就有点。CD play 可以放更多次，我就觉得 CD play 比较强。因为 CD play 的话，你想想看嘛，20%的话，你就等于每放5个就送一个嘛。对，每放5个就送一个。那样子的提升就比较明显了。上了6个了，因为你不可能马上 CD。不行啊，我都会、欸。啊，不对，你是用 Dumbo， 那就不知道了。那看你推荐。好，就放了吧。优先级是Piercing Spike，没办法。啊，真的好烦。耶、yeah, ，谢谢 Marie， 我们打完了。嗯。哇 ，Golden Goblin Coin， 哇。What？ 昨天拿到这个了。对啊，可是那没多少钱啊。你在独立的任务前啊，独立的任务你还没有交啊，这边的。嗯，对啊，可是你要回神黑人啊。那、啊、不用吧，这不放这边吧。哦，好吧。那就不好意思啊 ，Marie。看你要回来陪我。还剩40分钟啊。啊，这边就有一个那个 Red Lotus 的 Lady 单间，可以先现在打。啊，听到，那个名字应该没有人要来了。Great Arena。对。不会啊，我还是会打、啊。Oh my god！ 对。最恐怖了。还好吧。嗯，有更好的
怎么他还没收完呢、啊？那个瑞文姐收了那么久，那就不知道啊，你要问他。哇，谁张 C 的？哈？谁张 C 哦？哇！我是叫谁张 C 呀？还是想要 post 谁张 O？ 开始了，他们越来越有创意了。同一个人啊，就是那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可是他 post 不到我的名字，想要 post 谁才弄？卖股千金啊，赚！你讲那个这一张棋是印度尼西亚的哦，就有两个不同的，那个 POS 我们的那个是，但是你讲的那个这一张棋那一个是到处问跟人家拿问购哦，差了，他反正他 POS 不到我了。我觉得我就只漏掉那一个，其他的。这个打狗边缘好打，不是说特别好打。因为 defense 有奥迪恩只有一个，你 defense 奥迪没有比较好用。哦，你有，我大哥一炸死了。你哪比较强？
就最多就打30几只吧，没办法再更多了。错了。哇，这好尴尬哦。什么？你家要自己点啊。哦，是。哈哈哈！storm 了，直接被按在地上不能动。这该不会删掉还是留着啊？留着好了。干，好讨厌。这样，你那个不是 brain 吗？对啊。不用吗？加点 physical attack 哦。难受啊，我没有动，紧张到 DC 掉。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自己买啊。我又买啊，没开吧的。那你就讲脏话了。
啊，我去刮牙了。